嗨，各位小仙女，怀出新花样，这是我们日常穿搭的宗旨。小仙女要多多的尝试一些新鲜的花式穿搭。我们说到 T 恤在夏季开启霸屏模式，常规操作就是配阔腿裤之类的了。但是你不觉得遇上裙子美得更鲜，会更两眼迷人吗？基本上不分什么年龄层次，夏季用 T 恤搭配裙子，那才是对夏季的尊重，好看指数满分。七位女儿 Lucky 的这身造型真的是萌到我了，超级可爱的小女孩呀。白色 T 恤开启霸屏模式，配绿色蛋糕裙。我们都知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，那么穿衣时尚也可以从小孩子时代就开始培养。看宁静的 All Black 穿搭，给人一种很炫酷的感觉，加上干练利落的短发，相信女生都会对她心动不已啊，好看指数满分。郭碧婷的皮质红裙一出场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有时候选对颜色也很关键。而上半身配很基础的白色 T 恤，也能够彰显出红白配的极致魅力。夏季别再穿小白鞋了，一字带凉鞋来带你打天下。唐嫣这身知性成熟的时尚造型，简直就是大写的女人味爆棚，好看指数满分。无论你是日常休闲还是职场穿搭，那都是丝毫不会落伍的。黄色 T 恤开启霸屏模式，自带青春活力的气息，遇上绿色格纹半身裙，展现出清新又活力的气息。而格纹半身裙上还有黑色纽扣的点缀，完全不用担心没有看点的问题。腰间的个性系带可以让人一下子就注意到你的小蛮腰了。白色的棒球帽与脚上的小白鞋相互呼应，衬的协调感十足。最常见的蓝白搭配就是白 T 恤与牛仔裤的组合了。不过迪丽热巴的这身造型也是蓝白 CP， 不过夏装遇上蓝色的半身裙美得更鲜，密密麻麻的褶皱感，走起路来衬得很有飘逸感。侧边的开叉设计满满的女人味，带你轻松聊男神。想要更鲜更飘逸，张丽身上这条黑色的流苏裙就不要轻易错过了。毕竟有句古话，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裙子黑色调的，完全不用担心不好搭配，可爱印花的白色 T 恤就能搞定你的造型啦。白色 T 恤可谓人人都有，即便有些是有印花的，但是整体来看都是大同小异。那么海星的白色 T 恤就很有看点了， V 领结合 Choco 项链的设计，凸显出满满的个性，遇上几何图案的印花半身裙美得更鲜，打造出高腰的身材，想不心动都很难。 T 恤开启霸屏模式，遇上裙子美得更鲜，好看指数满分。